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谢谢主，这段时间我们透过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回到老家，为他的儿子，这个100岁才有的宝贝儿子娶一个妻子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来看一个蒙福的婚姻。在这个婚姻里面，其实有好多部分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。好几天我们都在分享这个老仆人身上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他从声音来看默默无闻的一个仆人，但是他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质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。他把整个事情的原委告诉这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这女孩子和她的家人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当初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主人这样对我说的，亚伯拉罕跟他说，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，叫你知道，让你的这个道路是亨通，是通达的。必要，亚伯拉罕说了这段话，说，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侍奉的这一位神，他所侍奉的这一位神，你知道，对每个基督徒而言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丰富的，他像我们的阿爸父，好像父亲跟孩子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是他所造的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常常说他是主，我是他的仆人。其实不只是教会里的长老、牧师、传道人，他们称神为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称神为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跟神都有一个关系，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。亚伯拉罕一路走来，他认识这一位他的主人，他信得过他的主人。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一定，为什么一定呢？因为他信得过他，在过去所经验的每一件事上，让他对这一位他所服侍的这一位主人越来越有信心，说真的耶，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，如果我所做的事是他要我做的，事情一定会成就，神要做的事一定会成就。其实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在走这样一条信心的道路。你越服侍神，越跟随神，你就会越会发现你对他的信心会越坚固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路走来，你就发现真的耶，他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，他说，我相信我所侍奉的这一位耶和华神，他一定会差遣他的使者来帮助你。回头看我们走过的人生，你一定也经验过这样的事，就是在你走过的路上，有时候主啊，这条路好难走啊，也许在婚姻里面，也许在工作上，也许在人生的不同的环节里面，但是你发现，当你知道这是上帝要你这样做，你照着神的心意去做，神就会差派使者，好像我们一般人也会说，哇，有一个天使出现，那个天使当然不是有翅膀的天使，而是你就会经验到有一些人很特别的出现在你旁边，在那个时候，就刚刚好在那个时候，那个人刚刚好出现，成为你极大的帮助。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很困难的一段路程吗？如果你真知道你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真的会经验上帝为你差派使者，成为你最及时的帮助。唱首新歌，
我曾经像一只小羊，在迷失的谷中哭泣，它来到我的身旁，将我紧紧地拥入怀里，走出那死荫的幽谷，来到西绝